最近好喜欢这只海盗妹妹啊，因为它真的好憨，性格超好。之前有老伙计问我，养狗子的家庭，鼠子跟狗子能否和谐相处？这咋说呢？仓鼠一般都是笼养吧，只要你注意好安保工作，是吧？别让那个狗子把它的铁门给打开，一般来讲不会有什么问题。而且你的仓鼠一旦越狱了，狗子还能发挥点作用，帮你缉拿通缉犯。在有人看护的情况下，是可以试着让它们友善相处的。但是如果你的鼠子表现得非常害怕，或者狗子表现得非常兴奋不可控，那就还是让它们。